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x 加 y 小于等于47的所有非负整数解当中啊，满足呢 x 哈大于等于 y 的总共有几组了？好，那满足这个不等式的哈，会有因为这个都是非负整数嘛，有几种情况呢？有 x 加 y 哈等于零 ，x 加 y。等于一，一直到呢 x 加 y 哈，等于呢47啊。那这其中的话哈，像这种的话哈，偶数解的，哦，就是说加起来是偶数的，加 y， 比如说等于2好了，它有三类情况啊。哪三类呢？就是说 x 哈大于等于 y 的，啊跟 x 等于 y 的。啊、跟 x 小于等于 y 的，有这三类、啊、这三类的话，这两类是对称的嘛，这两类的数目一样，啊这一类的话只有一个了，哦，好啊，所以的话哈，现在的话哈，我们就说，你那个什么呢，偶数的、啊、只有偶数的才有，那像奇数的这个就没有，像 x 加 y 哈，等于3的，这个只有两类啊 ，x 哈大于等于 y。不是 x 大于 y， 哦，这大于啊，没有等于啊，等于的话就是这种情况嘛 ，x 大于 y， 或者 x 等于 y， 或者 x 小于 y， 这三类嘛。那这一类跟这一类呢，它的个数是相等的，因为它对称嘛。那中间这类 x 等于 y 的话，只有什么？只有一个啦，就是像这里就是一跟一，就是一半嘛，哦，就是一个人取一半。那像这种如果是奇数的话，那它的话不是 x 大于 y， 就是 x 小于 y 啊，哦，就只有这两类啊 ，x 等于小于 y 这两类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要取什么？取 x 大于等于 y 的这种组数嘛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怎么办呢？我们的话哈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，我现在哈要把哈这些东西哈，把它乘以2了。就是说这样讲好了，我把它全部加起来的话哈。全部加起来的话哈，就是说它的那个组数的话哈，再加什么呢？把这些所有的情况全部加起来的话哈，全部加起来的话哈，然后再加多少呢？啊，这个全部加起来我们叫 n 啊哈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加呢这个呢偶数的，哦，加起来是偶数的，加起来偶数的话有一类是什么呢？是 x 呢等于 y 的。那 x 等于 y 的这种情况的话，我再把它加一次了，像这里的话是0到17嘛，其中是偶数的话有几个呢？就是二分多少呢？48个了。0到47的话，总共有几个偶数呢？二分之48个，哦，48。好，那这样一加的话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说哈，x 大于等于 x 有 x 大于等于x 大于 y 的跟 x 小于 y 的这两类是相同的，哦，这两类相同的，所以呢这样的话变成什么？变成是说、哦、有两个什么呢？两个 x 大于 y 的，这两个 x 大于 y、哦、就是一个 x 大于 y 啊，一个 x 小于 y 啊，好、哦、啊加什么呢？加两个多少？因为这里面的话就已经有一个什么呢？x 等于 y 的，加两个呢 ，x 等于 y 的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，把它给什么呢？加起来了，再给它除以二，再给它除以二的话哈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x 呢大于 y 的，加上呢 x 呢等于 y 的，就是 x 大于等于 y 的那种呢组数了，哦，那种组数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是这个 n 等于多少？n 的话哈，就是说这些哈这些情况的所有组数哈，把它全部加起来，把它全部加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怎么看呢？可以看成这样子 ，x 加 y 哈加 t 啊等于47啊，啊它的非负整数解，那 t 可以从零代嘛？哦，因为他说所谓非负整数解的话，就是说 s y t 都是从零开始嘛。那你当你 t 代0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这个解，
你 t 带呢那个一的话就是46，那你 t 如果带47的话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的总总状况数哈、哦，跟这些总状况数全部把它加起来是一样的。这个的话呢，有几种情况，这个就是这个大 N 呢、啊，大 N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h 哈、哦，一二三嘛，三取47次，啊、哦、47次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c 三加47减一取47的，这样等于多少？46加3 49取47嘛，这样等于话 C 49取2 49乘以48 2乘以1 24，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是等于那个49乘以24等于1176，好，一七六，好，那一七六再加这个，这是24啊，好，这24，啊，这个我们叫小 n 好了，小 n 就我们要求的，小 n 就等于呢二分多少呢？1176加多少？加24，啊，加上24，加上24，1200，啊，再给它除以2，等于多少？600。所以总共有600组了，600组。